们现在在托马布北海道的新野度假村。耶！那你们今天要干嘛？蓮君のスキースクール。耶！那我们今天有找了一个中文滑雪教练。嗨。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叫张秋。你教滑雪教几年了？目前教滑雪是第五年。第五年了、哦，哇，那跟我第二年而已。没有你厉害啊，你是流量比较高。哦，我是流量高，但是我今天也是滑 ski。那我这一辈子呢，今天是第四天，我要来尝试上下 ski 的课程，看我今天滑怎样。不过重点是我儿子啦。好、哦，看这一个第一次滑 ski 的小朋友能滑到什么程度？蓮君 ski どんな感じ？初めて頑張ってね、ママはスノーボードイエーイ。ロクロクビードクワイソ首ビを伸ばしたすごい、すごいね。蓮君按赞订阅分享。我是那蓮妹，你是蓮君。那你会有妈妈的？你是蓮君。我是蓮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大家好，我是奈美惠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？ Tomamu Ski 场。我们现在在 Tomamu 新野度假村。那我们带我们的 蓮君 来参加一日 ski 的这个幼儿滑雪课程哦。那能挑战今天能不能从山顶滑下来？那现在 蓮君 做魔毯哦，那可能要做一些平面的基础练习。蓮君过来了。然后新野这边有一个很友善的魔毯。蓮君。紧张，我叫你。那我们今天找了这个 J Style 猴盖头的滑雪教练，叫做张秋，叫做小秋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喜欢小孩的一个女教练。那通常这种五六岁小孩如果报名一天的滑雪课程，会学到什么程度呢？通常第一天的小朋友，他们一开始会先做平地的练习。平地的练习，等到他们比较不害怕速度以后，会带他们到比较缓的斜坡，去让他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刹车，让他去感觉滑行的快乐，并且知道他如何可以让他自己保持安全的停下来。哦，好啊，今天安全的停下来，现在滑上山顶啊，准备了吗？喝咖啡 ，Go！ 这也行哦。然后一开始要教打披萨刹车，哇，这个教练那个腰力很好啊。OK， 披萨。OK， 有。那么。他得，站起来。有。干巴得哦。どうやったらいけるの？話。今天会带你去吃好吃的草莓冰淇淋，还要去温泉哦。OK， 要。来，嗨，手。披萨。Stop。披萨我吃了。哎。嗯，对，这个是披萨。OK， 披萨。摸，蓮君前面哦，披萨，看这个小孩子很认真在练习。走。
阿西脚累了哦、喔。不了才刚开始哎、欸，才刚开始哎、欸、哈，等一下要去山顶了哦、喔。今天挑战山顶，反正有教练在，教练会安全带你下来。啊，走，再一次，看前面哦、喔，一二三，下。现在在做雪天使，林根。你在叫什么啊？我们先要去屋顶的雾凇平台，先去喝个咖啡。哇，外面好漂亮哦！看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连树都结冰了。雾冰。来，我们现在在新野度假村的云端酒吧，但是酒要自己带。但是望过去呢，景色非常的辽阔，非常的漂亮，从右手边就可以看到新野度假村。谢谢你哦，那边讲。现在我们走在这个新野度假村的天空步道，然后它是一个步道、啊、然后探出去这个山谷那边、啊、然后让你的视野更辽阔。我们看一下、啊、哇，北海道的冬天非常的漂亮，雪白的一片。看过去啊，看到没有，镜头带过去，视野非常的辽阔，然后正前方、啊、我们可以看到北海道的这个最高峰旭月哦，陈廷凯，可爱，可爱呀！这里也差不多下午4点5点了，那北海道其实已经天黑了，那这边也会点灯哦。有山，你等等，我把手放好。我们现在在云朵咖啡厅。哦，有这个云海咖啡，还有云朵的冰淇淋，还有这个云海的苏打。还有这个跟云有关的马卡龙。我们点完，然后它就卖完了，最后一杯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啊、哦！这一只可不便宜耶，600块吧。来，妈妈的是云端，对吧？不是云朵，云朵冰淇淋。雲の形のソフトクリーム。おいしい。生クリームがなんか生クリームな感じ。おいしい。ちょっと見て。然后这个就是云端咖啡吗？反正名字就云来云去，我也记不起来哦。抱歉哈。これは砂糖。然后上面是这个糖。すごい。あ、すごい。漂亮啊。これをこれでシュシュシュ。哦，这个压进去了，来，把这个糖压进去。这个就是云海咖啡。就一朵云，哦，出头就这样。这是托马姆新野度假村去年8月开的云端咖啡厅。
哦，外观就长这样的。就在这个港都来站旁边。耶！喂喂喂！眼镜呢？眼镜要下来吗？嘎咕噜，咕咕噜，这样好不好 ？OK。双板滑得不好，新野华酒很推荐大家来吃这一家 Mountain Cafe 的汤咖喱，还有炖牛肉都非常的好吃。我们进去吃汤咖喱了。雷哥，吃饭了、哦。很累了。很累很累。最喜欢吃这边的汤咖喱，然后2000块日币，不过它这个料蛮多的哦，然后它这个汤咖喱的这个汤头蛮浓厚的，嗯，这算是雪场里面少数好吃的汤咖喱，所以大家来到新野哦，可以滑雪滑到这边吃这个汤咖喱啊、哦，嗯。太舒服了吧，还有人帮你穿鞋子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 OK 吗？那不是 OK OK 好, okay, 好走咯、哦、哎被我录到了
那我们今天已经带 Lengun 体验完中文的幼儿滑雪课程，非常的成功哦！从山顶啊，那教练有带 Lengun 滑下来。Lengun 今日スキーやったけど、スノボとスキーどっち楽しい？どっちも。耶，那我们下次再来滑雪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哈，那其实 Lengun 也蛮累，我们等一下要去这个微笑海滩玩水了。耶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， 我是奈美惠，我是 Lego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妈，我刚才我忘记。